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八十超减三速度戒指出炉，来自热心粉丝的投稿。他在鉴定八十零式时成功逆袭，炸出了一个超减一的三速度戒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这个戒指能换什么车呢？二宠物店巨蛙卖1666，宠物店的大海龟居然只卖1666的价格。兄弟们，你们见过比这更便宜的巨蛙价格吗？如风不禁怀疑，这家宠物店如此低廉的价格真的能赚钱吗？三155级别斧子交易，花果山服务器的这把155级别斧子打了13段宝石，伤害也爆了不少，最终以21个的价格卖出。如果这是一把仙族能用的造型，价格应该会高出不少。四新出155级别锤子，威海卫服务器新出一个155级别锤子，伤害爆了不少，对于 X 九来说，仙族能用的无级别武器还是非常好卖的。五雪无抖音关注过10万主播，雪无自从双平台直播以来，他在抖音的直播人气稳定在1万以上，关注量增加的也是非常快，目前已经达到了10万以上。